今年义大犀牛由大威总教练带领更引进美国大联盟大吉吉投手教练来指导义大犀牛，而后方两位投手黄胜雄与范玉林都是即将发光发热的新秀，穿上属于自己的 Nike Polo 衫，显得帅气十足。白色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球队代表色。是我们帅气左投林英杰，他所穿的是大球场热身时的紫色短袖风衣及短裤，相当有活力，而且帅气兼备。再来是我们的队长吴金龙。长袖全套运动服，在西方紫色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尊贵，穿在队长吴金龙的身上更显得英姿焕发。看完了国际十足的运动服造型后，马上出场的是我们2013年圣头王林晨化。团员的阿乐所穿上的是我们客场的紫色球衣，今年球衣由 Nike 所赞助，紫色球衣搭上白色的滚边，更显得气质出众。希望今年阿乐在投手丘上再次发威，再次连庄胜投王。看完客场球衣，最后一位欢迎2013中华职棒年度最有价值的球员义大神拳林义拳。林义拳所穿的是我们今年的主场球衣，在3月23日出战，大家就会看到这一套白色的球衣。好，现在我们请